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539的会员文，今天2019年的12月14号星期四啊，星期六，有没有看到啊？那社长位置在那个6号啊，3点后18分在西门町，社长位置在西门町，有没有看到啊？看到了，那么多人都跑到，你看背包客来西门町，这个大概是背包客要回去的样子。3点多要坐晚班飞机回去，3点多啊。来看看，人很多啊，人潮很拥挤，西门町的人潮很拥挤。六号出口，你看背包客一大堆啊，背包客一大堆。很多的外国人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外国的背包客，他背个背包啊，就是来啊，这是。老外环游世界，他这样那也在那边赚钱。这个两个老外这样子也是赚钱方法，跟人家要钱啊。有没有看到？看看什么人都有。来，小心点。两个外国人啊，有没有看到拥抱，然后他就给他点小费啊，有的给，有的没给，你看拥抱，啊，拥抱，有没有看到？拥抱赚点那个小费的钱，啊，拥抱啊，这个两个外国一男一女。在那边做拥抱的啊，拥抱的人啊，这个希望能赚点小费啊，拥抱的人啊，这个一男一女啊，大家都投个零钱给他们啊，赚点零用钱，赚点来台湾的小费。你看，因为西门町人潮多，你看这样赚也不得了啊，这个拥抱。我们的社会需要温暖，需要温情，叫拥抱的社会啊！啊，你看现在在西门町开店不简单，要会讲英文，要会讲很多国的全世界的语言，日文、韩文啊，什么文都要会讲。